Voilà. C'est bo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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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要用这个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好意思？那这么意思的东西，是不是好意思啊？其实。 你唔使喺度啊？喺度啊，未乾啊？ 佢嗰個菩提子，佢個慢慢漸變啦，咁樣啊，唔使畫到個魚上嚟。但如果啲鹽濕嗰啲綠色滲上去咧，點算？邊啲？佢好似呢啲咧，我畫葉啊，托住嗰個先滲咗上去。哦，你等佢乾咗夠未啊？走去飲杯茶。 啊！即係要乾晒先好啊！係啦，嗱，你等佢乾透先，咁佢咧就畫上去，落上去咁咪靚。嗱，我呢個方法係好快手畫，呢個係我發明嘅。 啊，系嘛？几靓啊，菩提子，系嘛？点解画得咁辛苦咧？系嘛？嗱，呢啲又系唔好用咁，咁完整啊，系啊，嗱，好似呢啲咁嘅烂烂地咧，系嘛？烂烂地先，系嘛？嗱，烂烂地，唔知烂。 痛破啊，痛啊，受你用啊！系啊，你要烂啲，嗱，有时搵啲细笔咧，嗱，够你，搵啲细笔咁断，轻轻咁样飘过，嗱，又要手震震咁样出嚟，嗱，嗱，咁啊，捉佢最多系俾你画两块钉嘅啫，嗱，跟住呢度咧。 啲老嘅咁樣啦，比較少少散散地，好啦，咁你整散啲俾佢，一放落去，唔使畫嘅，拎得曬得曬，啊，得曬得曬咁啊砌，你砌夠佢一塊葉，咁佢爛爛地咯喎，嗱，好啊，呢度俾啲啊整少啲俾佢，好啦，手震震咁樣啊。 啊！你咪又攞手震啦，你學定先啦，嗱，係嘛？咁佢咪似嗰個咩咧？
啲葉柱咗咁，啊，係啦，啊，所以啲筆咧用到佢剩翻幾條毛咧，仲靚。咁啊，畫完咁啦，你唔好收工住，啊，有少少啦，俾翻少少，太興奮。因為你圓滑嗰頭，啊，你乾到咁上下托佢就靚。如果唔係咧，你托就唔得靚，啊。咁所以咧，呢度可以托少少俾你睇。剩翻條罅，如果唔係咧就會滲噶啦。我得啦，咁你咧用細筆啦，用細筆咧佢先至有嗰種散出嚟嗰種效果。嗱，咁呢塊爛葉咁咪靚咯，係嘛？啲圓圓整整唔得噶，啊，千祈唔好用大筆，啊。大刀闊斧咁樣就唔靚，係啊。啲佢就試下用細筆。係啊，用細筆。上面用大筆。係啊，嗱，用細筆個好處，用細筆個好處就係咁樣，啊，你手震震喎，手震震，真係靚喎嗱，係嘛？佢就係呢啲咁嘅學問，啊，方牛牛咁樣，啊，幾靚？咁跟住咧。將咁樣跟佢走啊！咁啊靚啊！啊，你咁樣先靚啊！啊，呀啊！咁啊，你畫幾塊爛葉，畫幾粒菩提子，已經一張好好嘅畫。雀仔都唔使畫，有欣賞價值嘅嘛。要起支筆咁做，你揾兩筆做你睇，實嘅，啊，一實就唔靚，嗯。